一。好，感谢你购买本公司魔术道具，魔术愈合。现在呢，这个魔术道具呢有三样东西，一个瞳扣，两个瞳扣，还有一个瞳环，很简单。你看，发现中间都是空的，对不对？只要在这里压一下，是每一块钱都跑出来了。不过呢，这没关系，因为呢，我把这个盖住之后，压在这边。接下来这个是空的，对不对？把它放在这边，好，让它压一下，四枚硬币都跑到这里，这就变空了。当然呢，它还可以重复一次。好，这次呢，我把好这个铜扣放在这边，先压一下放在这边。这个呢是空的，对不对？那这边就变空了。接着呢，压一下，硬币又跑出来了。从头到尾每个道具都可以检查，谢谢。